曾经有人说过，以后你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航天科学家。作为你的同学，我非常光荣。你属于遥远的世界，而我可能会让你失望。励志的事情，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你是属于航天的。热搜第一位置的乔晶晶游戏人设崩了，那就只能取消她的代言资格了。叶童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晶晶，我公关预案都不够用了。有些事情不是努力了就可以改变的。我从小自负聪明，结果人到三十一事无成，理想和情怀不能当饭吃。丁程，起码为了理想争取奋斗过。我希望这一次也能跟他一起并肩作战。We got a beautiful story。 我会全力以赴。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领域，但我们也是在同行。曹晶晶，你就是最配当阎王庄的那一个。所以，刘老师，你要努力。我们的征途是天才的。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。三、二、一，点火。苏少浩后面还有很多考验，但迄今为止不负所托。我以你为荣，以你们为荣。